我们常说爱是看不见的语言，爱是摸不到的感觉，他听不到，说不出，但是却能够感觉得出来。所以今天在座的阿公阿嬷们，你们都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，当你从年轻到长大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受到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们今天就用无声的说法，手语刚下利爱，来呈现给大家爱让世界传遍天下。谢谢大家，刚下利爱。See you.